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今天风这么大，本来从北晚上都是不能出来的，但是我今天买了一种网，那个乌托网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准备拿起板啊，走。像这种干洗网天气，一般那个乌托比较多。我们当然是这几张乌托网，准备拿起那个海力新那边绑一下，看明天会不会送到货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啊。开始把网给它放下去。不错的一天，不止，应该不止吧。目前还估计不出来。你看它又一天大风大浪的天气，都可以那个下来放这个乌托网啊，不错啊。然后小风小浪的话，我们可以刷一下，放鲁伊扣啊之类都可以。好了，那赶紧先上来走。那我们已经到岸边了啊，我们把这些渔网跟鱼那个带回去，带到我朋友的家里面一起试一试啊。都是鱼里面。来，现在准备来刷鱼了啊！乌托还可以啊。已经全部刷完了，哇，应该有个好几十斤，47斤。这个龙是连斤式，刷了有40多斤啊，还不错。看来以后可以多放一点。那个我暂时那个几张乌托王放在熊哥那边，准备过两天放大，都给他拿回来再一起全部拿起放。这次我们放的多的话，可以起码可以刷100来斤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鱼给它放一下。我一条，是不是啊？你有一条，我一条。啊，我你会死。然后你三条，我三条。这个不会公平吧？是不是公平？看会不会被人走啊？不会，肯定不会的，怎么会？好，那现在开始放了啊！咱们正常放，来，一人一条大的啊，大的面。因为这些天那个猪肉太贵了。一斤都好几十块钱，然后所以我们这些鱼就不买了，拿回家这些小的拿回家配饭，大的拿回家炖汤啊。什么？你刚才拿一堆，一人一半带走，带回家吃。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啊，回去吃大鱼。我们已经到家了啊，来把这个鱼给它处理一下。因为刚刚听我女儿他们说想吃火锅，
然后那天就跟我们讲的是，其他的还有那些球衣就放在冰箱里面。又热了以后就可以放进去。不管淡水鱼或者海鱼，给它油线的话都会吸着它的精油。这个鱼油线好之后，再给它捞出来。然后把这些清汤给它煮熟，给它煮开了再放鱼，给它煮熟。现在差不多已经熟了啊，直接都过来吃吧。老板拿啊。哇。来，姐姐来。我已经拿了。你已经拿了。哇，这煮的汤也很鲜。哇，这跟油煎一下，果然没有腥味。好吃多了。这个乌头鱼表面上说两个便宜，但是我们这边平常价格一斤只卖个10块8块钱，然后它那个这个乌头鱼里面最贵的地方是这个地方，乌头鱼肚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最好吃的，还是我自己用吃，你们慢一点啊，不要被烫到。好不好吃，小妹妹？好吃。切切的这么煮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嗯，我吃慢点啊。现在我们都已经吃好饭了啊，都让我们吃光了。这么煮现在挺不错，下回大家可以这么试一下。然后今天我跟我朋友说的，总共有40-50斤乌头跟那个黄鱼，要是拉到四哥那边去买的话，那真的发财了。但是我们这样子留着下回配饭的话，也可以配个好几顿饭，也挺不错的。看来下回如果风大的话，也是这种天气的话。我们可以继续放这个乌头啊，也挺不错的，以后也不用愁那个风大的天气不能赶海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哦，拜拜。